真是仪表堂堂，若是嫁了他，这位高黎王子据说已经娶了七位侧妃，可惜他那副身子骨，哼，怕是连马都骑不了了，还做什么驸马呀？我想要的又岂是一张漂亮的画像？公主殿下，恕在下失礼。刚才是他救了我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草民段云。好，草民段云，本公主正想出宫逛逛。啊，你受伤了，带上我快走，他们不敢拦你。快走。公主殿下，此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，莫信他。你说过要带我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好，太好了。嗯，大哥，河东飘远了，追不上了。船？段大哥，谢谢你带我找到这里。殿下心里为何看起来有些失望？我小的时候曾经以为这些河都能飘去更远的地方，离开京城，顺流而下，也许就能看到大海。我真傻。只是停在这里，风吹雨打过后沉入河底，化作淤泥。殿下看你。
所谓鬼街，乃是江湖中人交换情报的黑市。哦。又要失陪一下喽。